姚延霜都已经当了将军了，岁月过得真快。他们都已经长大了，很可惜我还没有老。这些年轻人再有想法，再能折腾，这天下，这江山，最终还是属于我们这些在世上滚得更久。 虽然他们长大了，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是孩子，花招就这么多，都是我们用过的。比如这个韩殿下，这么想当太子的一个人，怎么能露出这么大的孔人？韩殿下呀，韩殿下，你说陛下把汉州放心的交给你。 而你呢，非得要回到天启，来夺这个储君的地位。现在汉州的主将小严霜已经给弄丢了，越州晋王如果要看不到他的宝贝女儿，肯定也会不高兴的。他可没有我这么斯文呐。小的时候。 这些皇子当中，最淘气的、最爱打架的，就是这个小胖子。私底下还养了一些能打仗的兵将。如果说他要跟陛下要他的女儿，穆远，你说陛下会跟谁要呢？还有那些汉州人。 要是趁着慕云守军的主将不在，闹点什么事出来，我们新任的辅政王子的脸上就会很难看。呵呵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为了那个荷兰部这么久，也该让他们做点有用的了。是啊，王爷的意思属下明白了，这就去安排。 慕云寒军中前来送信的那个小将，怎么处置？既然是我们的人了，就要好好的待他。韩殿下看到这封信，一定是要回信的。我们可以替韩殿下回了这封信，但是得有一个人把这封信送到慕云尹甲的军营啊。就怕这个小将嘴巴不牢靠，对人胡说见过。 你就找不到让他办完事再死的办法吗？这种事情还用我告诉你？属下明白。只是回信的内容还望王爷示下呀。属下明白。这若是以韩殿下的口吻如此下令，汉州必会大乱呀。如果天下不乱，我怎么当这个英雄啊？快一点去写。如果字迹写的不像韩殿下，我想你会找到惩罚你自己的办法。 殿下正值擢升之际，不便与军中之人联络，以防被人乱说有什么野心。特写了此信，让王爷转交给你，请你即刻带回汉州。殿下的印章，你可认得清楚？清楚。
这是晚周特酿，王爷感念你忠心为殿下着想，特意吩咐送你一些。韩殿下马上就要做太子了，汉州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对他不好，我们应该替他办好，让他安心。诺，去吧。 做什么？我要把铁镜王归来的消息传遍汉州八部，能为铁镜王做这件事，是我们丹瑶部无上的荣耀。汉州那么大，我们又没有快马，要把信息传递出去，恐怕早上一年都说不完啊。我们汉州有风啊，我们可以利用风的力量。风。 那是龙胆草。哦，知道的。夏秋的时候会开出蓝紫色的花，花败了就成了药。汉州大地不但美，还很有用。<笑>坐吧，喝口我打的奶茶。来，尝一尝。 真好吃，吃得惯。我来汉州好几年了，不吃的不习惯了。哦，你在汉州做什么？住在哪个部落里？来，试试。 原来打奶茶这么不容易啊！这不算什么，做酥油呀、啊，
要更难一些，使尽全身的力气打几千次才能得这么一小块。吃喝都这么难，你们为什么还总是那么高兴？吃喝都不难，你们为什么总是不高兴呢？其实我也一直想不明白，我父亲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没有一天是高兴的。我家里人喜欢比谁的拳头硬。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女孩，手小，总是比不过那些男孩，还常常躲起来哭呢。一家人也要拼拳头啊。对我们来说，家人也是敌人。那你是谁？我只是有一个姓氏。我自己是谁，我也在找。来汉州就是想得到一个答案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变高兴。天底下没有变高兴的药方。我只知道，在我心底感到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就想喝碗奶茶。阿母，您一定要教会我打奶茶。其实这没什么秘诀啊，这个奶茶要好喝，就是要茶和油分不开，但茶是茶，油是油，两样完全不相容的东西要能混在一起，只有靠力气。使劲倒就是了。爸爸能治好你吗？其实藤鱼丸就已经很有效果了，而且婆婆又给我配好了药，吃上一个月，很快就会好了。那不要催我。你走错了，你的帐篷在旁边。没错，我是来找你的。给我看看。真是把好剑。所以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铁琴，会带领汉州人攻打中州的那个人。慕容氏和我汉州八部世代血仇，汉州人有仇必报。那慕云氏呢？杀之而后快。姓慕云，你为什么喜欢汉州？天地辽阔，人直爽。把中州也变成汉州，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是不可能。铁沁就是那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。汉州八部一团散沙，
就凭你一个人，能做什么？一个心中有目标的人，胜过百个盲目的人。我的兄弟和蓝铁原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身边也只有四个少年。现在，他已经有了一整个能作战的部落。 我也一样。贺兰铁原，你可知他是怎么变成现在强大的部落？和你所想的，消除八部隔阂。 只有背道而驰。我不相信别人背后的谗言。我只是告诉你，我在军中得到的消息，信不信由你。像濒死的野兽一样凶猛，像猎食的鹰一样快，像骤起的飓风一样狂暴。这就是汉州人口中的贺兰铁原。 他会在夜间突然冲进一个部落，先杀光女人、孩子和老人，然后撤退。悲伤的男人们哭泣一夜，在晨光中掩埋自己亲人们尸体的时候，贺兰铁原又精神十足地再次袭来，杀掉先反抗的男人，留下躲在后面的。 把他们用锁链锁起，充当自己的傀儡兵。屠杀下一个部落的时候，先让他们冲在前面，当做肉盾和箭靶。但历经几战还活着的傀儡兵，贺兰铁原也会送给他们帐篷、金珠和女人。 他也会让为他冲杀的男人们觉得无上的光荣。他们怕他，敬他，更离不开他。后来，在汉州，所有姓贺兰的人都开始主动追随他。我不信。他一直住在汉州，他可以证明。 明天苏赫就会为我解开咒语，你能陪我一天吗？就一天，就装作我从来没有中这个咒语，就当我是真的喜欢你。 州的男人不该这么胆小。你怕我会偷走你的一生吗？
阿木，我好看吗？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。如果你生在草原，该多好啊！是啊，如果那样，该多好啊！我就可以是他的女人，一辈子都是，跟着他草原纵马，跟着他战场厮杀，跟着他月下宫酒，跟着他枕边情话。我有多少痴情的话想要对他说呢？下一世，愿你生在草原上，生在同一个部落里，我就可以早点遇见你，抓住你，和你在一起一百年。听见了吗？他喜欢我，他给了我承诺。傻孩子，那是下一辈子的承诺。那又怎么样？下辈子总归要来的。有了这句话，我就不害怕了。我等着。相互喜欢的人，却只有一天的时间就要分离了，好可怜啊！一天在一生里很短，也可以很长。谁说一天不能偷走一个人的一辈子？有时候一眼就可以呢。你是不是有心上人啦？
如果常常梦见一个人，算不算是心上人？小时候，我常看见我的阿妈给我阿爸接辫子。让我也为你接一次辫子吧。如果我现在是汉州的女人，就让我为我的男人接一次辫子吧。这里面有我对你的思念，有我想对你说却说不出口的话，有此生以后许多许多天里我想见你却不能相见的眼泪，还好你给了我下意识的承诺。我能再听一次吗？下意识请你一定降生在草原上，降生在我的部落里，让我可以早早的遇见你，抓住你。和你一起活一辈子。还好我的这一生注定了不会很长。汉州的女人不说不珍惜生命的话，那我不说了。我也给你一个承诺，为了毕生我还能找到你，这辈子的最后一个，我一定会看着你。小心。原来一天那么短，不过已经是一辈子了。
够了。这里走回他的大营要半个月，他的粮食带得够吗？他的盔甲卸下了，兵器呢？这路上有狼啊，如果现在去追还来得及。没想到一天这么短。有人说已经是一辈子了，就够了。明白了。早就解开了，他找到你的第二天就已经解开了。那你不早说，害我冷落他这么久。你现在不是也明白他对你的心意？早说了，你又能怎样？安达天神，战斧挥舞，世界毁灭，轮回重生。感谢潘达天神，照料着汉州万物。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栖息，我们彼此尊重。风掠过草原，把我们想要说的话告诉给所有的生灵，生灵以自己的方式将风雨传遍汉州。风啊，请带走我们的话。铁沁归来了，铁沁的名字是恶蓝铁原。我们的铁沁，你是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女人，就犯下这整个汉州责任吗？你说的对，确实是因为她。
但也是他让我理解了，我究竟该怎样对汉昼承担责任。现在的汉昼只相信强者，等我变强，意味着更多生命的消失，更多时间的流逝，这对汉昼不公平。只有依靠现在的强者，我才能够让汉昼更早地走向自由。王只是个名号，让强者按照我们的方式给汉昼带来希望吧，这才是我的愿望。婆婆，到底怎么才能利用风把我们的消息给传递出去？他们会站在高山顶上，站在平原的中心，站在朔方鸟的巢边，站在最宽广的河流，放出手中的风雨球。汉昼各部落的人，有人会在梦里得到消息，铁心回来了，贺兰铁原就是我们的新铁亲。有人会听见朔方鸟在高空歌唱，铁心回来喽，贺兰铁原就是我们的新铁亲。有人会听见喝了水的羊在窃窃私语，哎，铁亲回来了，贺兰铁原就是我们的新铁亲。当然了，他们不会马上就相信，这只是一个种子，会埋在汉昼人的心里，即将发芽。该走了。铁王剑的新主人在等着了。